OK， 今天我们去那个哪里啊 ？Pricesmart 去 shopping 的一些东西，因为其实主要是一开始是想换锅子啊。我们家那锅子那个不粘锅的部分呢很旧，所以想把它换掉。那现在因为这个不粘锅的材料啊，那个以前那种 Teflon 的不太好嘛，所以说现在都改用这种瓷器的。那现在来看一看。今年到底，因为我老婆很喜欢，不是很喜欢 shopping， 而是很喜欢买便宜的东西。OK， 减价，减价的，不是便宜的东西，就是觉得货真价实的。嗯，首先在这个 Magic Chef 这个，哦，这个是就是真空包装的。OK， 我们要开箱一下。这个在 Pricesmart 卖多少钱啊？45块不到，44块，48.99块。而在美国现在因为都涨价，最少要90块以上，90块以下根本找不到，这就好像还不错。嗯，这是抽真空的，哎，觉得挺划算的。噔噔，不错啊，看到了。嗯 ，OK， 不用放回去了吧？那第二个是砧板，因为这个砧板呢，平时用的砧板呢都会，我们家的都发霉了，旧了，都洗不掉，所以要把它这要扔掉。update 一下，这来三块。这个、是那个 Neo Flame 的牌子，他是说不会发霉的，而且是可以放在洗碗机里面洗的。哦，讲解的真好。三个尺寸，对啊，小中大 ，OK。多少钱？这个20.99块，跟美国阿马逊的价钱一样，所以蛮低买的。对，有两个颜色，绿色跟蓝色。我选绿色。我选绿的。然后这个秤，哦，这个是它在特价。对，因为它这个跟这个这两个是 discontinued 的，就是说他们断，我以后就不再进口了。这个呢，可以称到30磅，是说是防水的 waterproof， 13.99块，啊，不，讲错了，13.77块。它从20几块减到那个了。嗯，而且。现在美国的价格大概都是在30块。对啊，因为我们之前我去给我买一个，爸爸就在上面，要比它小很多，还比它贵呢。这个。对啊，我买了这个。比较一下。对啊，你看，哇。啊，我猜。这个 Camry 的还贵过这个价钱呢。对。这个也挺好用。是挺好用啊，但是，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小。很久前买那个是做什么用的？我想，说，哎，这买来除了蹭这个厨房的东西，搞不好可以蹭小狗。可以蹭到30磅，不知道行不行？哦哦 ，sorry， 太小了。哦，有副，其实也没有很大呢，盒子比较大而已。啊，小小的，那他至少他用的电池是比较好，是普通的，不是这种 Duracell 啦，还还给的配件是 Duracell， 算是还不错，反正13.97块啊，13块12块，13.97块，哎，这盒子怎么那么大啦？这个浪费空间，你看差那么远啊，哎，这是实体袋。OK， 那没有骗人，没有骗人。OK， 那最后一个呢，就这个锅子啦。这锅子，哎，讲解一下有什么特别的 ？Neo Flame 现在在亚洲很流行的，它里面那个 coating 是用那个瓷的，然后比较没有，不像那个 Teflon 那样有毒的，会致癌。然后我实际上我看这个，因为我们一般。就说炒热锅，我喜欢有那个锅气，我都是用铁锅在做。铸铁锅好啊。铁锅啊，不，铁锅了，铁锅了。铁锅跟铸铁锅我们家都有，但是有时候炒蛋、煎蛋就是需要一个不粘锅。然后我有看
看这个，但是在巴拿马都没有人卖。然后我去亚马逊上看，因为这个锅要寄过来也是挺重的。后来上个礼拜就看到，我还拍了一张照说，回去研究一下价钱怎么样。都没想到亚马逊今年涨价涨得好厉害。通货膨胀。对啊。对，亚马逊现在的价格是多少啊？同样的四十五块。四十五块。各位猜看我们在巴拿马买多少钱？还要是 discontinue 减价，减到21.7块。等一下，21.7块，一口气买了四个。因为我们要有湖边那个房子也需要用。不行，那还有送人呢，而且还有盖子哦。对啊。但很多锅子是没有盖子。这个尺寸是，就是说是正正好好，我们经常会用的。对啊，这个都是有 coating 的。对，那个是 silicone 的，一般我不会用的，一般我是煎蛋、炒蛋这种。对。好，这是其实是铝锅啊，啊铝锅外面。是铝锅，但是有一个 coating。它这个是什么尺寸？是不是20cm 的？这个是最常用的。30cm 就一尺了。这个是最常用的，太大也不好用，看起来要太小也不太好用。看到没有？抵买啦，绝对抵买！这个是一次买四个，21.7块。以后没了啦，大家只要住在巴拿马，这住巴拿马才有用啊。对啊。你跟台湾人讲没有用啊。没有，这个价钱，因为台湾卖这个挺贵的。不过就说台湾的，它的那个。颜色的选择比较多，而且比台湾比较喜欢这种奶色啊、奶白色啊，但我觉得这个黑红色也挺漂亮的。这就是这种陶器的颜色啊，传统的颜色、啊，因为这边人比较喜欢这些传统的颜色、啊。但就算这样，这个卖的不好、啊，所以说还减价抛售。好像这边美国已经开始流行用这种陶瓷了，但是拉丁美洲好像对这个。搞不清楚了，还没有流行到这边来，所以他卖的应该不太好，所以他就买一大堆库存啊，对啊，卖完就不再进货了。啊，这是 Pricesmart 跟他们直接订的。OK， 这边写的进口都是 Pricesmart， 像那个另外一个也是，有很多都是他们 Pricesmart 直接进口的。你看两个 New Flame 都是 Pricesmart 跟他订的。对对对，他们应该蛮。量挺大的，所以说他直接跟他工厂做，所以他原本的价钱也是比亚马逊的便宜啊。现在可能是这样，因为他们巴马原价也是比较便宜。我知道，因为他巴马还没涨价。对，可能是这样的。那美国因为美国已经涨价了，美国已经涨价了，所以说现在就是说要学学我老婆的也很重要，要。多多比较，要做一个做功课。comparison 对对对，要做功课。OK， 好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。再讲一遍，这个是21.7块，美国是45。这个是13.7块，美国大概30。对，大概30。然后这个45真空包装的是43.989，美国大概90。然后砧板就跟美国价格一样，20.99。这个搞不好过，这个就没有减价，因为可能他卖的还可以的。对，所以他没有减价。今天去绿色就只最后一个了，对，最后一个。假如各位住在巴拿马还想要的话，赶快去 Pricesmart 看一下吧，这个有特价的，这个这三个都有特价的。其实这个也。对啊，对比美国来讲还是便宜啊，所以说这两个挺低买的，对，挺低买。OK， 拜拜。